冲冲！大家好，我是滨江李英雄。今天我们要学去韩国的时候免费用 WiFi 的方法。如果要问有没有 WiFi， 怎么问呢？就是这样问 ：WiFi 돼요 ？WiFi 돼요？这是什么意思呢 ？WiFi 就是 WiFi 的意思。那돼요是什么意思呢？돼요是可以的意思，对。所以可以用 WiFi 吗？就是 WiFi 돼요这样子问就可以，不要问这样子 WiFi 있어요，不要这样子问，对，直接问 WiFi 돼요这样问就可以。那你们要问密码是多少的时候，怎么问呢？비밀번호，비밀번호뭐예요？비밀번호뭐예요？那비밀번호是密码的意思，密码。네뭐예요？예요是的意思，뭐是什么？뭐是什么？所以密码是什么？비밀번호뭐예요？这样子。那如果你们不是去店面的，如果你们去路上，对，如果你们在路上的时候，让路人为了你们帮你们开WiFi 的时候，怎么问呢 ？WiFi 좀켜주세요 ，WiFi 좀켜주세요。那 WiFi 就是这个，那좀是一下一下，对，一下。켜주세요，켜就是开的意思，켜就是开，对，켜就是开。주세요是什么呢？주세요是帮我或者是为了我，所以如果你们没有 WiFi 的时候，就是叫人家为了你们开 WiFi 是吗？所以这样讲就可以 WiFi 좀켜주세요。这样讲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为了你们开 WiFi 这样子。冲上。